每次我哋练习嘅时候，出嘅每一分力，流嘅每一滴汗，都系为咗喺比赛嘅时候表现出最好嘅自己，为自己努力，同时亦希望可以为华人争光。每次比赛最大嘅激励，正正就系每一个你嘅打气同支持。我哋系华人泳队，华人仔，10月18、23，九龙公园见。